cool. 他就像一直站着，小燕姐。会不会站三分钟啊？画面就没有了。站三分钟啊！他一个摆头就一分钟。观众不要，你回去坐好，不要太刺激啊！啊，观众怎么了？那这个表情是我也忘了上吗？台北演唱会实况，太激动了！今天晚上在台北市立体育场的现场。歌词还没唱出来，三分钟快到了。